某时是几点？与现代生活不同的是，古代其实并非我们熟知的十分秒，而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十二地支。古代的劳动人民将一昼夜分为十二个时间段，每一个时间段叫做一个时辰，同时又和十二生肖加以配合。卯时指的便是清晨五点到七点，这个时候太阳还没有露面，月亮的光辉还没有完全消失，而玉兔是月亮的象征，这样卯时和兔子搭配起来了，更方便人们记忆，所以人们也将卯时称为破晓旭日，寓意着生机勃勃一天的开始。古代妓女每天早上要点卯，而皇帝也是在这个时候开始上早朝。